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中世纪模组生存。来，观众，我们上一次呢，不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挖了一个大洞，然后召唤出了猪人大军吗？然后我这边是怎样？怎么两只牛头人在这边啊？那总之呢，桑吉就是召唤出来之后，然后他的烈焰使者把我的墙啊以及房子都烧得很惨啊，我私底下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把他们全部都修复了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目前哎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功能在这边卡住是怎样？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正常点啊？我重置一下马了，到底是干嘛？他这个门还会让他们走到卡住哎。哎、欸、哦，然后这边他们已经在屠杀了、欸。我天啊，你这只牛头人小心点啊，不要靠这边太近了、啊，会被弓箭手射死啊。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做什么呢？今天这一集的话，我想要继续来解我们的任务哦。我们之前不是解到这边嘛，然后解不掉我就想说算了，后面我可能不太会想解，反正解了也没好处嘛，顶多就是这一个吧。杀雷龙我可能会想要杀杀看，但这个东西太难找了，就。看随缘啦，好不好？随缘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继续往后解哦。其实照理来讲，我们应该是，这一边的任务全部解完，有没有？解到这一个，然后才来解这个吧。照理来讲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。那我这个东西已经提前解完了啦，接着我们就往下继续哦。接着是地狱的成就，那地狱的成就是不是感觉超麻烦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杀死突变的那个猪部兽，是不是？我操，这超麻烦的哎！地狱的任务这么麻烦的吗？所以我今天这一集又来去地狱冒险了，是不是？特别来地狱杀猪副手，但我现在血有点少哎，只能先去地狱刷一下等级了吗？啊，也不是刷等级啊，就是杀一些怪，没有让我的血量可以变多一点。我原本血量只剩五颗星啊，现在是五颗半，因为我其实有点这些生命值哦，我已经点了两点，所以说它多了一滴血。好了，总之我们可以在。地狱这边稍微晃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毕竟虽然我现在很废啊，血很少，但对付地狱的怪也是非常轻松的，好不好？走开啊你！那总之我的话，可能就是先随便找个地方垂直挖过去吧，可能就这个地方好了，直接垂直挖，然后找我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哦。我今天的目标是要找到什么绯红森林吧，先刷出图片过来哦。今天。我其实不太想要解这些，这些都是图片的东西。没有，这个是而已，这个不是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，什么东西？是地狱的守护者是吗？我靠，就是这个地狱的守护者，感觉够麻烦的。不过那也要等到我们先杀死图片猪部兽啊。那图片猪部兽这么好刷出来吗？我印象中很难但我会努力的，好吧，努力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更多突变生物有没有？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Y 世纪，然后 Y 世纪的话，好像就可以制作出突变生物，哎，我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制造突变怪物，然后杀掉它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好像其实也可以，哎，我先回家制作一下，反正我可以做酿造台嘛。哇，这是谁？不要挡住我！OK，各位观众，我目前材料都收集的差不多了，那接着我就是把地狱疙瘩都给丢进去啊，快快快快，帮我酿造药水啊！总之，我们把地狱疙瘩酿完之后，它会变基础药水嘛，接着应该是放黑曜石就可以了吧？把黑曜石放进去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？来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哦，有 Y 世纪有了哦，那接着我们就是全部都拿出来，我们会需要很多个啊，好不好？需要很多个。哦，不要在家里尝试这个，什么意思啊？是指我不要对自己丢吗？还是其实我对自己丢也没关系？我蛮好奇的，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试试看好了。如果我自己突变，我不就跟神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丢看。啊？等下这个要怎么用？哦，这个是要点生物是不是？我猜应该是要点生物啦。不过在变猪不兽之前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先试用一下？反正我们这边有弓箭手嘛，我们就拿弓箭手开刀好了。呵，哦，这样我成功吗？我点了，他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好像失败了，再点一次。
然后他这样会不会直接死掉？哦，哇，他爆炸了！哎，不是这样啊！啊，又死掉了！没有一个弓箭手撑得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真的是没有一只撑得过去的。不管，我一定要点到一只成功为止。哦，成功了！这是一只超强弓箭手，我们小心点。但他超强应该拿我没什么辙吧？哦，我杀掉他了。哈哈，哇，他感觉他其实很痛，磕不磕我的血？然后有观众说啊，这些碎块嘛，好像是可以用手捡起来的，就是我们可以收集他这些残缺的东西，全部拿起来，然后他的这些残肢好像就可以拿来做其他事情吧。比如说这个头颅可以直接把 Y 世纪做成 Z 世纪， Z 世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突变几率变 50% 左右吧。啊，其他部位呢？其他部位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就是哦，其他部位可以做骷髅胸甲，它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啊，但就算了吧，不是很想做。那我们接着就拿三品好了，好不好？三品的 Y 世纪加上这个突变骷髅的颅骨。然后把它变成 Z 世纪吧。哦，成功了 ，Z 世纪就这样子，耶、yeah, ！危险组合，哇，狂姐进度，大家进度怎么开这么多了？我天哪，这东西太多了吧 ？OK， 没关系，总之我们任务解完了，直接还任务，100经验值。那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地狱了，好不好？地狱的话会需要杀掉主部兽吗？那我们就带着这些事迹前往地狱吧。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至于死掉啊，而且就算死掉，其实也还好。死掉就只是再回来捡东西而已嘛。但可以的话，我还是不希望死的啊，所以说我可能会全程用弓箭打，毕竟我们还有空谷回声嘛。哦，然后这个东西是那个恶魔，这个也是我之前讲过的，就是杀掉恶魔之后，他会掉他的犄角，然后他的脚呢，就是可以拿来做那个暗影钢钉的，这个之前也有讲过。啊，反正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了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诡异蟾蜍。这些不是我要找的，朱布林、欸。哎呦，朱布林走了，你后面怎么在冒火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朱布林怎么了吗？我直接把他干掉。搞毛啊他！哇！等一下，观众，我发现一个超大的东西，后面这边有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目前是没有看到猪部兽啦，但我看到怪怪的东西了。这是一个玄武岩巨人，不知道用来干嘛了。但我找不到猪部兽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算了啦，我决定我要先回去了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猪部兽啊，在我们的主世界，我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超扯的。这里明明就是飞鸿森林，但我一直都找不到，有够夸张。来来来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传送石碑这里哦。我们去凋零神怪塔这边，凋零神怪塔的左边，哎，是这边吗？不是，这边才对。这边走到底，好像就有一个猪部兽骑士吧？是这个吗？后面这个，后面这个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边有猪部兽。没意外哦，出了出了出了，哎，有点痛，等一下，我要赶快把上面的射手射死，然后才能把猪不兽变猪。哎哎哎，我要死了，等一下，我的血好少哦，超痛苦。呵呵呵，只是我怕它变，我要死了，等一下，只是我怕它变成猪尸兽。哎，照我来讲应该会变吧，还是它其实有改它那个效果？这次怎么痛啊？伤害药水哦。来，我们点它。哦，我成功了，猪部兽，它、哦、卡住，它卡住了。哦，它没卡住，它、哦哦、超恐怖，怪它超恐怖，走开啊你！哎、哦哦欸，各位，它是真的超恐怖那种哎、欸。我偷射它。哦，它过来，它过来，它可以撞坏东西耶、欸。哦哦哦，它、哦、在干什么？它在干什么？打架啊！打架啊，不是很强啊啊死了，好废哦！而且我杀掉他，他就没东西了，他就只有一个獠牙。然后我们解到任务了，
猪不说卦是，这个可以干嘛？这个装备吗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放在墙上，是吗？啊，就猪不兽的头，啊！不过总而言之，我们是打赢猪不兽了啦。那我就，先回去吧。其实我还有一个东西蛮想做的，就是这边吧，我可以顺便把凋零骷髅也杀一杀，因为之前有的观众说凋零骷髅我没有拿到他的奖励也很亏，所以说我直接召唤出来。啊，失败了吗？失败了，再一次。哦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突变凋零骷髅。他叫他被我关起来了，但他好猛哦，我还是投射他好了，卡死他啊，卡死他，耶！那凋零骷髅的奖励是可以干嘛？他的骨盆可以做护腿，就这样子吗？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，我觉得。OK，那有啦，他又掉他的苏格兰阔刃大剑了，但这个就没有很强哦，这个是真的没有很强。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还有啊，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也想试啊，就是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烈焰使者的。有观众其实有跟我说啊，我杀到烈焰使者之后，其实可以拿到他的宠物的样子。图片生物这边也有写哦，然后。他是说我们要击败烈焰使者，然后收集核心，然后捡起他的棒子，可以看看我们交到的新朋友，感觉蛮有趣的啊，蛮有趣的。那猪不兽的挂饰我们就把它挂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接着的话，我们就去一趟地狱吧。毕竟地狱的话才有那个烈焰使者嘛，我们就直接先把药剂拿出来，然后开始找一只烈焰使者杀。哎，只是烈焰使者很烦我记得之前那一只就是把我。炸死的样子，我觉得有点难打，搞不好我被虐爆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了，好不好？就决定是他了。呵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快跑，跑，跑！我不敢跟离他太近，我离他远一点好了，他有点恐怖，他真的有点恐怖啊！我先狂射了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，什么鬼啊？我要死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先收起来，他有点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乱炸，谁来拉我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直接狂袭我，他是死了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吗？我靠，下面这边是这样，他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难怪我想说他怎么有一个大旋风？他有个大旋风，就是指他就是把我吸过去的感觉。我拿到核心了，然后，哦。哎、欸，哥，我宠物哎、欸，我有一只小只的，小只的这个是烈焰使者哎、欸，啊，火热的小朋友，啊，我有可能再找到下一只吗？啊，有一些会爆炸。OK，观众，目前呢是收获到三只小朋友啦，不知道他们可以干嘛？他就叫做杆杆哎、欸，好可爱的名字哦。OK，那我们带着杆杆回去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两个呢、欸，还可以再拿到一只吗？好像没有那么容易，就是，哈，他杆杆怎么乱炸啦？炸的到处都是哎、欸！原来突变烈焰杆有那么多只，是不是？那么多只棒棒。好了，那目前的话，应该是真的都拿得差不多啦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根了。烈焰杆，那我们就可以先回去了。观众，我现在发现他会站在我的肩膀上哎、欸，可是好像一次只能带两只，所以我可以带两只先回去，是不是？这是在干嘛啊？哦，好可爱哦！然后你可不可以下来一下，下来一下？然后我好像可以点右键让它停在这边不动，像这样子点着，然后它就不会动了。然后接着我再去把另外两只带回来。哇，这两只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我发现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发现我的。佣兵会杀他们来，等一下。过来，走了走了，我们离佣兵远一点。哦，我的杆杆死了，他杀我的杆杆。等一下，我要把我的杆杆安置在这里。你们小心点，你们在这边不会受到伤害的，我不会让攻击手杀掉你们的。
那弓箭手 AI 是有病是不是？还射我？你射我 ？What the fuck？ 你们在干什么？等等，我来调一下好了，调一下，我印象都可以调。敌对生物，它应该叫杆杆哦，杆杆关呐、啊？怎么在那边给我乱杀杆杆？你们给我乱杀，你们试试看好不好？OK， 观众，我目前应该都调完了，他们应该是不会乱杀我的杆杆的吧？应该是不会了啦。总之，你们跟着我走啊，跟着我来来来来。然后你也是，没有人会伤害你们的，我们走。哈哈，哎，不错，然后就在这边待着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们停下来，停下来。然后我记得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，就是突变电池的核心和。有没有鹅卵石以及红石粉可以合成出杆杆检查器？哎、欸，他名字也取得太可爱吧！杆杆检查器耶。那接着我们可以点它，就可以看到它的血量。哎、欸，这是血量哦，它血量是 2.5， 然后火球强度是10。烧焦方块，请关掉好不好？没事，不要让它在那边给我烧焦方块。这样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感觉烧焦方块就是指它会烧掉我的东西啊。然后，如果我们有烈焰感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烈焰粉，然后用烈焰粉喂它们吃的话，好像可以增加它们的最大生命值哦。我们就可以狂给它。哦，目前这样子就满了，有没有？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生命值是 12.5。那接着我应该可以带杆杆来帮我杀怪吧？杆杆过来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来试试看骷髅你会不会杀啊？帮我刷怪，杀怪。他会怎么打怪啊？哦，他就是吐火焰弹，哇，好痛哦，他超痛的，啊，可惜他最可惜的东西就是他不会帮我自动打怪哦，还要我手动叫他打，这个有点麻烦。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就先直接带回家养在这边吧。好啦，那总之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可能就先玩到这边结束了啦，那我们下一集的话再正式的去攻略地狱的东西哦。那如果观众有什么建议的话啊，也欢迎留言在下方告诉我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